因为啥物原因登记？地震。做一个地震。921。你知道我们这条路是从哪里往哪里吗？哪里往哪里？那个漳湖往草岭。产业。对。有产油。算苦茶油。什么东西可以做苦茶油？鸡。15。嗨，大家好，早，我是悠悠。哎呀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林行脚。不唔对，听讲今仔日婚礼有喜事哦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？草岭一线曙光出现了，带给草岭希望，带给草岭机会。带给潮林有一个风华再现的未来。前排大吉大利，谢路帮忙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忘不掉，咱这关的有高山上是通车，通车公路上是通车，咱今来就欢喜。除了通车以外，要来跟大家做伙健身哦，健身之前先来跳舞吧。为着见证这么重要的时阵，咱管护士派出党医车队哦，咱管长要坐党机来巡视。先生，哇！咱当作队下骹行起来。对。你骑车，党机20秒。对。我行2分钟，但是这条路，咱的民众等22.5年，对吧？哦，足久的呢。咱助理在做委员的时。那也很开心。那因为呢，之前看到88年的921大地震哦，那整个草岭地区啊，可以说是呢哈路断了啊，整个土石堆积路上啊坍崩了啊。今天也不但完全啊全线通车，还完成了5个明隧道，让我们所有过路人不用担心落石，可以安心安全的。回家甚至来上山来旅游，我们今天终于做到了。各位乡亲哈，一旦走咱149甲线哈，往这个方向就是咱草岭地区。今嘛烟花有够水，欢迎大家来赏烟花哦。好，安尼馆长，我要来出发喽。好，走，我陪你走。我今仔吼，弯曲曲的山路行到这，累了忝，累了辛苦，我要来问看头前迄个人。哎，又又，哎哦，那、怎么你也来见到？对啊，今仔日吼，那我要讲台语，因为我要甲咱在地乡亲讲吼，咱的149驾驶，跟咱同车，对，我行到两行的，够有外远，够有哦，够差了300-400公里，要到，要到，终点，你用哪纪念品啊？听讲吼，咱这全部有5个免税道吼，是，规个吼免税带的壁吼，我拢有彩绘。对哦，我们有给它彩绘的很漂亮。你安怎爱特别彩绘哈？哦，因为咱尽量都有山区的那个我们居民，然、哦、后他们往常的生活的心态，然、哦、把它在这个哦明隧道壁把它展现出来的。哦，你在那里串哦，我听得出来哦。这是爬坡，哎、欸，要行3公里。好，听你讲这只水着，我一定要赶紧起来看卖嘞。哎、欸，在，好，一定，一米半，加油，来，加油。草岭公路实在是有够水的啦，沿途山景、云海拢真迷人。因为进前地动的时阵，道路损伤是真严重，所以伫咧施工的时阵也加强奔波，予大家不管是开车也是走路，拢加真安全。二号隧道总算是到啊！哦，我行足久的啦。经过22年5个月跟4天的时间，咱的分管都119架线，咱的草岭公路。总算是开通啊！总算开通是真正无简单，对不？大家沿途看到的风景有足水的无？有哦！大家讲这条路的开通是咪真重要？真重要啦！那云林行脚，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